当年一举创下34%超高收视率的古装热播剧《推奴》，随着韩国娱乐台 KNTV 上架中加宽频第31频道，让观众朋友能再次重温这档经典韩剧。그분이말씀하시던장인인가요너랑같이살거다네尽管已是2010年推出的大型历史剧，剧中张赫、李多海与吴志浩三人的爱恨纠葛，依旧令观众回味再三。自从韩国娱乐台 KNTV 进入中加宽频有线电视第31频道后，安排了多部经典韩剧重映，并加码投资，计划在台湾制作自制节目，对台湾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보장하기힘듭니다주모혹시이여인을본적이있나대게로라버니가찾는여자가누구야迪士尼集团在今年元旦正式退出台湾有线电视市场，为了维护广大用户最完整的收视权益，中加宽频在迪士尼退出的五个基本频道中，精选五个优质频道进行递补，其中第31台韩国娱乐台 KNTV， 由韩国排名第一的 Mnet 流行娱乐频道以及韩国排名第一的 CJ Media 制作公司共同营运，专业制作韩国最佳影剧、综艺、流行音乐等多方位韩流娱乐内容，未来也将持续与有线电视合作伙伴深耕台湾市场，在台湾制作旅游及美食节目，让粉丝追踪韩流资讯零时差，让您不论是看韩剧、听韩乐、爱韩星，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欢迎锁定第31频道韩国娱乐台 KNTV。 记者综合报道。